你困哦，我看脚翘翘。现在爱睡啊，睡觉。哎、欸，谢谢。脚骨在床安尼哦，安敢会看你？这样不好看呢。对啊，我们把它拿下来要穿。对啊，而且脚骨也伸了，它要伸直啊。可以，啊、这个可以，这样可以给它翘起来伸直吗？可以，可是它就不想。一定要躺，一定要躺着哦。就躺下去它就看不到。这是不能改的哦。不能改这样子啊、哦，一直这样脚会酸啊。嗨、啊，哎、欸，你那位，叫公。公。快点啊，叫公啊。啊，好，回家回家。他假如有出去外面看到什么怕的话，哭，赶快抱起来，叫他的名字，赶快、哦、来、哦，这样才不会吓到。他魂魄才会回来，再吓到魂魄会走到旁边啊，会闪掉啊，记得哦哈。嘿，他大看到东西大哭。对对，家里也是有可能会突然大哭啊，哎呦，或睡觉，恐怖啊、对对，睡觉的时候他想到恐怖的东西啊，哦，出去看到恐怖的东西他也会大哭啊。把他抱起来，然后叫他名。对对对对，刘千羽，刘千羽，我抱你抱你抱你，不要怕不要怕，妈妈抱你，哦，是爸爸抱你，哎，要等他叫啊，那张魂魄就跟着回来，就不会，他一直吓到，都不知道他怎么。他眼睛跟四哥好像啊，好像什么？他的眼睛跟你好像。好、啊，干我。对，好好回家睡觉了。爸爸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去那富邦银行，一桌钱，一桌钱要给他缴贷款了、啊。明天那个要缴那个鞋带的啊。哦。而且现在还没缴完哦。他还有两年呢。哦。他很慢呢，四十万是四十万，缴、哦、要缴四年了、啊。他已经缴两年多了。他妈妈在家、哦。在家。哦、嗯。好，回家睡觉了。好。睡觉。拜拜，公拜拜。射到那个出来就不认识我，还是在睡，想睡觉，想睡觉了啊，都没睡啊。好好，快点快点睡觉，啊、好好，拜拜。好，宝宝，我回去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